在已经看到了我的小岛，心情有点兴奋，有点忐忑，感觉很像近乡情怯那种感觉。很久没有回来了，不晓得现在变成什么样子。20年前，几个人来这边拍《夏日摸摸茶》，造就了现在这个岛的繁荣。哇，很多观光客来。欢迎来到《夏日摸摸茶》，这就是肯定的世外桃源。好嘞，那我们今天周围呢，都是有很多顽皮的猴子哈，所以请不要喂他们吃东西。Welcome to my house， 这就是我们拍戏的场景，我的屋子。然后原来不是在这，原来是在那个 resort 的那个地方。后来，因为拍戏的道具屋撑不了多久，所以它就垮了。之后很多游客慕名而来，之后发现屋子不见了，他们就抗议，所以呢我们的岛主就把它重新盖起来，然后又开发了一个这么大的 resort。 哇，这里变化那么大想不到吧。以前这里是没有酒店的，全部都没有，都是原始森林，只有海滩，然后这边是原始森林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我一拍完，每天一拍完我就直接，我都穿泳裤在里边，所以一拍完我就。以前这一片其实都是珊瑚，都珊瑚，现在珊瑚没有了，所以说齐哥最近在做珊瑚的富裕，是吧？嗯。20年后，重新回到热浪岛，蓝天、白云、阳光和沙滩，仿佛又回到2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仿佛又听见了几个无忧无虑的沙滩少年豪气冲天的誓言。原来的别名叫做海龟岛，这里是海龟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栖息地。海龟在这里很多的生态都很自然，而且保护得很好。现在是海龟的一个保护协会，他们在做一些公益慈善的呼吁，注意环保的问题的。1, 2, 3, ready！ 加油！我跑好快哦！Come on！拜拜！齐哥是最后那只了，还在这儿。他再怎么慢，他还是要回到他大海，大海是属于他的家。好，小海龟加油！拜！耶！以前写《浪花一朵朵》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热浪岛的场景，但是呢，在电影拍摄的时候，却一次也没有去真正的和海龟一起游过泳。这一次和小齐哥一起，终于有了空闲去弥补心中这个小小的遗憾。人与动物真的可以和谐地相处在地球上，这些巨大的海龟在热浪岛生活已经超过了30年，岁月也只是在他们的龟壳上留下了一圈一圈的纹路而已。20年后的我们已经从小鲜肉变成了老男孩啦。好，来，敬摸摸茶岛。敬摸摸茶岛。敬我们的青春。是。青春永远不死。